老天鹅啊，成堆的衣服总是不知怎么收，看着衣服山哭泣也没用，不如跟着收纳女王啊来学折衣服吧。我们就以三分之一，这个地方还有三分之一，袖子收进来，这个地方进来，折进来，总共是三分之一的量。顶的部分往下留大概一个手掌的大小，接着将衣服往内折。长袖的折法就是因为它多了袖子的部分，所以一样三分之一。袖子太长怎么办？往内收，再往下折，这个地方一样三分之一进来，进来往下，跟刚刚的步骤一样，留大概一个手掌的宽度。这个就是长袖的部分。我们的折法跟长袖的折法一样，但是折衣服有一个要诀，就是我们会看格子的大小，如果格子很浅的格子，我们就会建议客人就是用卷的方式，折法跟刚刚一样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，把袖子收起来之后，把衣服这样卷卷卷卷卷收起来。第一就是对折，先把袋子收进去，然后对折，然后屁屁的地方我们把它往内收，推进来。如果说位置不够的话用卷的，位置够的话我们就用折的。我们手伸进去拉出来，底部的地方我们往下，然后底对底交叠放好，对折再对折。那最错误的就是这样不求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只袜子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休息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袜子很容易一只就会比较大，一只比较小。哇 ，Amazing！ 现在苹果更多元化了，苹果影创，苹果影创，苹果影创，金价好狂。